这是，哎，有看到吗？正前方，这是仁爱路，正前方是总统府。今天是8月8号，台风天，看到没有？总统府，然后跟马英九打声招呼，我们台风天还来看你。哎呀，然后我们这就直接返回我们今天晚上可爱的家了。哎呀，这边路真的，右手边就是台湾大学。哎呀，真的是柔肠寸断，还有走慢车道，然后再慢一点，你开这么快。